三年，那些的古山噶，今那是三岸老伯岸好来，屏东雾台古山大武部落，伊山那些啊海大些的噶巴拉古山哈尤西，伊都海大些的噶加斯伯，伊嘛给大家乌麦，伊啥说个啦，恩个伊嘛办，来伊都有乌米多哈然，噶么么大哇，古山些的噶哈尤西生态旅游协会，那给你买希努巴亨巴斯本噶希努巴亨噶伊都，伊啥不歪噶。ke memandang ran isama habanila ini ga al alak lobe ini re asang amtika hau uka ilah ini hatina lomah ra imarusha ilas kusai ini ga labuan yo bido ono ga me iya kusai ini nakara rumaili sini ga umah amlat ini ga ran sumina ga rai hil nakini an ka kinahat sipakita ini re simbun在屋外，伊嘛屋盖起尼个，第二了二那个格斯本案起尼来许多暗地个好，那卡拉起尼有暗腐败那个个不大哇，带来大吉大。第三年南北的那路脉，古山边那有山路个八八风灾，个开的岸把有顺天尼个入盖，阿罗马立马一拉来永久屋，阿罗马湖内岛岸，古米罗伊斯暗伊伊耶，麦伊耶立马来个马沙湖内的沙索伊拉，马海达罗贝来哥哥的路脉。Ananak ino, am pasilotor hini ka kiniiye, am kumiim ka kahaw. Hini hatinal umah rusa ilas haoray labuan, isa paspeng ka hin adam no ka hito, kumin itol hini ka hayaw si seng tai duyo, yuk bidoon kumusa. Rubailis ka umah, umlet ka raan, suminak ka raihil si pakita rakinahat. Maiyeh kumita nanaw ka lulungan, Ukai kita kekaidaan ini kakin iya nuka rukai. Syahpi lampet inal umah ini rai lulungan ha yosi. Tak kita nuka rukai nak inuk tumauan, nak inuk kumi mekaran.哈尤西旅游行程，这是在我们105年的时候就开始来推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的这个哈尤西呢，本来那边也是一个深潭，很多的一些峭壁是不能够进出的。那是因为这个莫拉克巴巴水灾的缘故呢，就把大量的土石流，把原来的这些深潭，还有一些湖面盖住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用走路的到我们这个哈尤西，然后才发现这个当时就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墙壁，就是现在俗称的七彩岩壁。Maiye minua atomal imakaidah ka umah nakini bina yosan ba el hai ka hito yok mubay na han hini ka wais isa no ka umah tuminakla hini ka imahabaan nak ino am kumin itol ka hito nak ino paspeng hini ka kawas am umitol ahak ka kapatawaw 其实推这个活动我们没有所谓的强制也没有所谓的这个霸占路权，绝对没有。只是说，因为这个过去是我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嘛，那加上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有一个旧部落在这里，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域，这是我们的旧部落，我们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呢，来维护这边的生态，来保护这边的环境。Min aw ka kakrasakan no ka minahal hini ima subae. Isa ima rumorol hini ka kahaw. Isa ma num papailat ot ka kaput ngoran. 配合这个延期法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都能够把这个用这个属于我们大武部落的部落变成归还给我们大武。
所以刚好这个时候，哦，我们有一个土地征划编，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把这个部落收回去。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已经不存在部落，啊，为了这个哈游戏呢，很多部落的年轻人就踊跃的回来，为部在部落做这个短期的就业了。一方面是帮助部落做很多的事情。巴斯顿闽南山也好多，伊尼个原籍法都一样，阿姆古米达努个新鲜热好个金伊伊耶，巴斯本岸伊尼巴格伊伊耶，乌马诺个格朗伊安，乌马诺个拉伯伊尼个格不达哇哦。一些业者啦，会来挑衅我们啦，针对我们的规定来做挑衅，因为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原籍法，很多人不懂得什么叫部落会议。哎，三年槟榔班人和来哈游戏嘛，巴斯本噶很多班很多很多，说我给伊们安排钥匙，伊说哈哈嘿啦，路上可不好买伊耶，明啦我噶个爸爸妈安给哈嘿啦，哈哈嘿啦，噶多好，如该什么？格拉拉汉曼那边，伊个慢慢慢拉汉，还买伊耶1500块。1000块吧，不爱努，干嘛舍？100块努，你难受。啥有还那个保险？阿罗马是不爱伊尼许多努买好噶，个不倒哇。游客是不会经过我们的劝导，车子会开在哈尔西里面这段溪里面开很快。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它是破坏这个河道，哦，破坏这个河道，其实它对生态的破坏是很大的，它没有办法慢慢开。所以我们部落会在后来每次在召开的时候，我们渐渐的会对这些自己属于开车来的这个游客，我们会开始加强管制。伊那今年按个比那大，我伊啥个伊在闽南努乌麦，伊都有海大个个好，伊都伊尼个山海大个个方伊按啥不白利息啦，阿那海大个个是平安，伊嘛澳门的个比那巴达个今年伊啥伊尼阿个胡阿嘛今乌嘛胡 wish。我们从这个过去10年来的灾后的这些政策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结论呢，就是我们觉得，原住民或许，远离了，这个所谓的灾区，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远离灾难，只是这个灾难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啊，在他们生活当中，部落长期来，因为没有掌握这些。自然资源的这个权利啦，所以呢很难让年轻人在部落发展事业，特别是像这样子一种自然资源，不管它是森林资源，它是溪流资源，它是温泉，或是某些特殊的景观，这些常常都是在国有的这个土地上，甚至可能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重要的这些自然的这些保护区，这些都是国家严格禁止做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嘛，它却制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在地就业的机会。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回乡然后从事于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生态旅游的一些的安排，不管是导览解说，还有这个交通的安排，还有提供的相关的这些饮食方面的这些服务，那过去呢是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今天因为哈游溪的这个生态的环境的美丽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到那边去欣赏这个大自然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美景，所以反而提供给部落年轻人有这个回乡或是在地发展的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政府应该努力的是去帮部落的族人解套。
得自己走了一趟呢，真的是不虚此行。路程虽然这个颠簸这个很有点辛苦，但当你踏入到这个哈尔游溪，亲吻喝了哈尔游溪的这个冷泉，然后呢脚受溪的在哈尔游溪的这个来自大自然，而且最天然来自大小鬼湖汇流下来的水，那如此的甘甜清凉，然后看到这种大自然的如鬼斧神工的这样的一个地景地貌，我觉得它不但漂亮以外，也是一个地景地质环境教学的一个非常好的场域。县长以后还会再来吗？我还会再来。槟榔人和你们来哈游戏买网络一啥十个人的一麻烦大伙给你盼望安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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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讨论，希望呢找出一个更好而且更完善的，让部落的这个地方再地方创生，或是地方的再生，社区再生，都能够呢因应这一股新的浪潮。记者跟着四五名高雄游客准备去朝圣，却发现你们够人，我们就进去。我要没有错够人，我们预约这个。约哦，我都是前一天约，我一般的人。你们要亲自去那边。是哦。对，然后你帮忙不行哦。你回来的时候，你再拿那个票给我，才知道你已经出来了。不然的话，你发生事情在里面，谁要去找你？巴比希尼哈噶湖哦，伊沙屏东县政府乌台乡公所寄来许多买来让伊啦，伊沙阿姆古米姆来噶斯本案噶乌沙。路必须要有路到达这个哈游溪。那要有路的话，就是一定要走这个溪底，一定要走溪底便道。那这个区块就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法令的限制啊。那在这状况之下怎么办？就找这条河流各个这个相关的单位，像水利局、台南分局、林务局、那屏东县政府、雾台乡公所，每一个区段都它。这个负责的部分，当时我们就慢慢的找这些单位做协调不论是要这个行文或是做什么，通通都是由乡公所来做协调。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的这个划设案，它假如可以核定下来，我们整个运作的流程就会有法律的这个依据。当然，台湾原住民基本法23条是当中的依据，部落会议是当中的依据，那有这个观光发展条例作为依据，那整个法律的依据完备了以后，那我们部落后续的动作才会有更完备。所以准备要这个哦，要拍照做历史哦，做记录哦。想要在这边就好。那会上个。目前雾台乡公所在争取划设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这样子就是在寻找一个法令的基础，来一方面是让这个部落在收费的时候呢可以比较有这个法令做基础，二方面呢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管制的措施来确保游客的安全，以及确保这个旅游活动是在一个有效的范围内得到好的这个管控。
来今年六月是南印太汉，我个都一样给许多。印尼古山来下游溪个斑斑然南个湖湾恩古山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海山呢来交通部一啥暗身本。苏麦拉奥印尼下个斑斑然南来下游溪嘛暗跟得起啦。拉布安那今年吧，又是那个爸爸风灾，包括南北的那乌麦，一下还带那个乌沙。俺古米达个乌麦，佮个好，佮得乌个话为例，古山晒入盖了些热热多尼啦。俺古米伊尼个因阿阿德努乌麦，俺达西罗多伊尼个盖斯本安。平常当我那个晒拉布安伊尼伊西的，大吉达伊拉那汉，你乌个丫头平常多罗多。